线开机，然后这是调转转弯，转弯，这边是直角线，直角啊、嗯，好，然后再踩脚的开关，好，踩这里抬起来了，你踩放一下，哎对，哎对，好，放下去。别粘住了，这油水有问题啊、哦。嗯。哎，再过来点就行了。好，这样开一下。好，一圈再开一下，一圈再油都再开一下，边。啊，还在油漆啊？不油漆，你去找一下，或者怎么样？